德利西集团历经30年的沉淀发展，从一家以电器产业为主导产业，到集资本运营、品牌运营、产业运营为一体的大型集团，努力践行德报人类、力创未来的企业使命，连续荣登中国企业500强、民营企业100强，拥有软件到硬件、结构到应用的一流研发工程师团队，以精细化的质量管理不断提高产品工艺，智能化的物流管理系统让物流更安全、更快捷、更方便。未来德利西将以科技加品质加服务的新行业标准，助力每一次产品的革新与升级，创优质产品，一流品牌，德报人类，力创未来，德利西。